籌款節目進行錄影，擔任司儀的汪明荃以一身粉紅晚裝亮相，現場傳媒即刻唱他的經典歌曲《迷人 Pink Lady》，氹得阿姐好開心，仲應要求轉一圈。另外連詩雅、余香瑩、李洛斯、胡鸿钧、吴业坤、谭嘉仪等都落力演唱筹募善款。Sugar 最近带爱犬拍摄杂志，佢话爱犬年纪大，容易气喘，令佢好心痛。提到女团 Super Girls 队长 Aka 赵慧珊做狗义工嘅时候，俾狗咬伤嘴唇，缝咗狗针。Sugar 表示有睇到报道，我见到啊，我都有留言俾佢，都冇谂过，因为其实真系嘅，去做狗义工咧，有好多事情你都唔会谂到会发生，我朋友自己都是自己开了一个即做狗义工的一个团体啦。其实我之前都跟他说，下次我得闲的时候我都想去做义工，但是刚刚见到 Aka 这个情况之后，其实我自己都会有点害怕，但我觉得是真的个别事件咯。 Sugar 最近开始投入新剧拍摄，饰演昆虫专家，他说不怕昆虫反而比对白难倒。今次是做昆虫专家，法医昆虫专家，那些台词仲更加难添，还有加上要扮一个很有型的法医，即可能的性格上很有型，比方书文更加有型的，但是又要很顺畅地讲一些台词，所以是有点难的。不过 Sugar 就很开心可以跟姜浩文合作，两位还有不少对手戏。很犀利啊，因为我记得那一场是他要喊的，其实基本上是他要很激动的情绪啦，我们讲一下对白，可能30秒至1分钟他已经立刻可以流泪咯，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演技大爆发，很犀利。